陈奕迅今日喺中环摩天轮下面举办 Love Is Life 户外音乐会，音乐会以实名制方式对票入场，大部分嘅 fans 都好守规矩，但都见到有一个 fans 想冲入去会场，最终都被保安人员制止啊！太太徐浩瑩亦都带同女女陈康提到场支持，但系女女就好似好怕丑喎。你哋准备好未？好多谢你哋，好多谢，好多谢。陈以新歌破坏王打头阵，然后再唱出最后的嬉皮士， fans 都好嗨啊！后面嗰啲朋友听唔到，好正喎！你哋啊，hello， 有朋友哇，哇呢边，咦，哇出边仲有喂，记住唔好塞到啲人就得啦，礼让啲得噶，应该啲人唔会搞你哋嘅。好，哇好正啊，好似。夢境咁啊，好似頭先隻歌咁。好啦，我想講講少少就係、是，我唔知道大家有幾清楚關於呢個 show。我講緊個內容，其實我好掙扎，我一路都想 post 咗個 rundown 出嚟俾大家，因為就算 post 咗，可能大家都唔知嗰啲歌係咩歌嚟嘅，因為有八首未 plug 嘅新歌啦，七首啦而家。咁起碼有七首大家唔知道。咁但係其實我哋因為係 The Duo Band 啊嘛，大家俾啲掌聲。正。咁啊 Duo Band， 咁其實今晚咧，我哋嘅 rundown 就會係講少少咧，即係由頭咧，同十二月將會推出嗰隻大碟咧係一樣。漸漸我什麼都不想。为了纪念 The Duo Band 已逝成员卢海彤，台上面放了对方的吉他和一扎白色的玫瑰，然后 Eason 唱了新歌《渐渐》和《黑洞》两首抒情歌，全场气氛浓厚，看来现在大家的内心都是想同一样东西，就是希望 Eason 可以开多几场演唱会啊，一场真的不够咯。